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，是目前在 PS4 上面版本推出的公测，不是公测版本的七龙珠 Fighter League 这一款的游戏呢是横向卷轴格斗游戏，然后呢是3-3，那但是它的画面跟风格以及它的运镜方面呢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特别啊，我还蛮喜欢它的画风的啊。好吧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进行一下游戏哈。那基本上呢，老头前面该输入的一些东西都输入好了啊，所以说老头也练习过了，应该是不会再雷操作了哈。老头本来稍早有录过一段了，但是呢，老头觉得打得很烂啊，有点不太好意思拿给大家看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呢又重新稍微练习一下啊。这次呢跟玩家对战，应该是不会再被打得很惨了吧？好不好？那么这样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？你会看到你这边有你的操作角色啊，那这边就是一个聊天的大广场，然后左下角这边有新手教学啊。如果你们在测试封测，测试公测玩这款游戏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呢，可以找这个练习工作人员来练习一下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找玩家对战啦 来打一场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我们直接申请排名好了。好，我们用我最常用这一支啊。好，我最常用第一个队伍啊。好，他这个队伍好像都已经是预设好的，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在里面筛选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排得到啊。哦哟，排到了，来打吧。没想到这么快、欸。配对中。是。怎么办？好紧张哦，会不会打不赢啊？第一次刚玩的时候，没有玩那个新手教学，整个是跟菜皮巴没什么两样。哇，对面的战绩好高，我才1750啊，我要被打爆了。好吧，我觉得我要被打爆了，加油！好，我已经有练习过了，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输了，我觉得，应该是不会吧？我有练习过了，大哥。Get ready！ 哦。我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啊，我是右边的。Hold up！ 我是只剩衣服的那一位啊。哇，直接把对方秒掉，有没有？属实很强啊！对面的贝吉塔，哇，我直接挂掉了，我的呢？来呀、啊！哎，不能这样子啊！搭什么东西？搭什么东西？搭什么？哎，很会哦！哦哟，可恶！哇，居然打输了！敢太作弊了，一直被打！克林加油！哦！气源斩，呼啾！死吧！干什么东西？死吧！还不死？啊加加！剩最后一局了，好爽啊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威死你这小王八蛋！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狙击你！拜拜！喂，被闪过。
哇，要死了 ！No， 我居然输了，可恶！差一点就赢了，没关系，我要再次挑战，我不服。哦，他也要再次挑战。Are you ready?哎呀呀呀，不行不行，干什么东西，去吧，哎呀，哦，好刺激好刺激，喂，哇，被破被破解被破解了，抓了你，换角色时间，去吧，再来，我家吃招喽，喂，换角色很会哦，有我快吗？哎，哎呦呦呦呦，手刀式骑法，哎，要死要死要死！靠背被他狂踢啊，哎呀，好作弊哦，这家伙。没关系的，直接来招了。吸了你，呜呼！哇，没关系。他快没命了，克林加油，克林，克林加油啊，克林加油了，气人斩，呜，好爽啊！气人斩把他解决掉了，赢了。哇，赢了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再次挑战吗？哦，他要再次挑战哦。哎呦，三战两胜是吧？三战两胜是吧？三战两胜是吧？吃我一招啊！接到你没有办法换角色，接啊接啊，秒掉有没有？呜、哦，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哇塞，又用这种奥波，可恶，被他锁招式了。只会踢踢踢踢，喂！我靠，不行啊！哎，从头到尾用这一招打有意义吗？只会用这一招，强一点好不好？踢。很会嘛，很会嘛，很会踢是不是？很会踢是不是？换我了，啊？啊，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哦哈！踢爆你啊！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解决你啊，我还不打赢啊！啊，好爽啊！哈哈哈哈！不得上诉喽，我赢了哦。
我赢了哦，好爽，好爽！哇，这游戏真的好好玩哦，看，我一定要买这款游戏。我说真的，我都玩得不亦乐乎了，超爽的，哇，超好玩，超好玩，好不好？这个今天这个试玩差不多这里结束了，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啊？这个现在还没有正式版，正式版大概还要过一阵子才会出。那老头应该确定会买的，因为真的很好玩。好不好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可订阅，右下角可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，七龙珠 Fighter 再见了，拜拜。